郑伊健、郑少秋、周宇文、吴尊、林峰和于波等等，昨天一起出席合作的新片《忠烈杨家将》的记者会。讲到林珊珊将会带领旗下的艺人加盟林建岳的环亚集团，环亚还会为伊健度身订造剧本兼歌影双线发展。伊健坦言承认会过档环亚，并且说必定会追随经理人林珊珊。